近日产后复出的杨幂接受某媒体访问，大谈与老公刘恺威的甜蜜点滴。早前活跃于各大时装周的杨幂经常以时尚形象示人，当被问及可曾被老公赞美时，杨幂大方爆料老公为人不浪漫，私底下也没有称赞过他，他们之前就不会搞浪漫，平时就抽空相处，看大家时间谁有空了谁去探班。平时相处上，刘恺威则迁就杨幂比较多一点。谈及人生赢家的赞誉，杨幂显得很谦虚，称自己也有烦恼，因为成立公司当了老板之后，还要操心公司的制作方面以及新演员的签约等等。今年6月生下小糯米之后，杨幂以光速恢复身材，9月份先是跑到了米兰春夏时装周，接着又马不停蹄出席颁奖典礼慈善活动，展示出惊人的活力，连老公刘恺威也大赞妻子是一位时尚辣妈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